主料红豆300克，辅料油80克，白砂糖100克，水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红豆放水中浸泡4个小时，放入高压锅中煮15分钟，用料理器搅碎，放入炒锅中，放入白糖和油炒至能成团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糖的分量可根据自己的口味酌情添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